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 这种植物需要很多阳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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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生活在暖和的地方。 它生活在暖和的地方。 它生活在暖和的地方。它需要干燥的环境。它需要干燥的环境。它需要干燥的环境。 这种植物的叶子很硬。这种植物的叶子很硬。这种植物的叶子很硬。这让它很适合干燥温暖的气候。 这让它很适合干燥温暖的气候。这让它很适合干燥温暖的气候。今天我们去看了一场足球比赛。 今天我们去看了一场足球比赛。去看比赛以前，我十分激动，因为有我最喜欢的球队。 去看比赛以前，我十分激动，因为有我最喜欢的球队。但是我没跟我的女朋友去。 我决定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。 我的女朋友很羡慕我们。我的女朋友很羡慕我们。我的女朋友很羡慕我们。比赛的结果让我们很意外。
比赛的结果让我们很意外。比赛的结果让我们很意外。我们最喜欢的球队赢了。我们最喜欢的球队赢了。我们最喜欢的球队赢了。我们十分兴奋。我们十分兴奋。我们十分兴奋。我的女朋友因为错过比赛哭了。我的女朋友因为错过比赛哭了。我的女朋友因为错过比赛哭了。我每个周末都写日记。我每个周末都写日记。我每个周末都写日记。我喜欢每天早上在公园里散步。我喜欢每天早上在公园里散步。我喜欢每天早上在公园里散步。那里有我很多回忆。那里有我很多回忆。那里有我很多回忆。公园里非常热闹。公园里非常热闹。公园里非常热闹。公园里散完步以后，我喜欢去逛商店。公园里散完步以后，我喜欢去逛商店。公园里散完步以后，我喜欢去逛商店。这就是我老了以后每天的生活。这就是我老了以后每天的生活。这就是我老了以后每天的生活。这个星期五我们有考试。这个星期五我们有考试。这个星期五我们有考试。今天老师告诉我们考试提前了。今天老师告诉我们考试提前了。
今天老师告诉我们考试提前了。现在我们星期四就要考试了。现在我们星期四就要考试了。现在我们星期四就要考试了。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填空我不会。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填空我不会。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填空我不会。我得猜一下答案。我得猜一下答案。我得猜一下答案。可是我还是猜不到答案。可是我还是猜不到答案。可是我还是猜不到答案。最后我随便写了一个答案。最后我随便写了一个答案。最后我随便写了一个答案。虽然这个填空我不会，但是我还是通过了考试。虽然这个填空我不会，但是我还是通过了考试。虽然这个填空我不会，但是我还是通过了考试。按照中国的规定，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接受教育。按照中国的规定，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接受教育。按照中国的规定，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接受教育。但是，学校对孩子上学的年龄有限制。但是学校对孩子上学的年龄有限制。但是学校对孩子上学的年龄有限制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我已经在中国一年了。我已经在中国一年了。
我已经在中国一年了。我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文化很有趣。我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文化很有趣。我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文化很有趣。很多中国人都很友好。很多中国人都很友好。很多中国人都很友好。我在中国过得很愉快。我在中国过得很愉快。我在中国过得很愉快。现在，让我们为友谊干杯。现在，让我们为友谊干杯。现在，让我们为友谊干杯。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汉语。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汉语。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汉语。尤其最近几年，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。尤其最近几年，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。尤其最近几年，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。因此，需要更多的汉语老师。因此，需要更多的汉语老师。因此，需要更多的汉语老师。然而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想学习国际贸易。然而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想学习国际贸易。然而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想学习国际贸易。如果父母对孩子太严格，孩子会缺少信心。如果父母对孩子太严格，孩子会缺少信心。如果父母对孩子太严格，孩子会缺少信心。
如果父母打孩子，也会对孩子不好。如果父母打孩子，也会对孩子不好。如果父母打孩子，也会对孩子不好。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办法是把孩子扔到海里去。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办法是把孩子扔到海里去。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办法是把孩子扔到海里去。你觉得让孩子变得有信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觉得让孩子变得有信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觉得让孩子变得有信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和好的性格。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和好的性格。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和好的性格。在中国，如果你在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上学，你的亲戚会感到很骄傲。在中国，如果你在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上学，你的亲戚会感到很骄傲。在中国，如果你在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上学，你的亲戚会感到很骄傲。在中国，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，就等于成为家人和亲戚的骄傲。在中国，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，就等于成为家人和亲戚的骄傲。在中国，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，就等于成为家人和亲戚的骄傲。不管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个笨蛋，他们都为你骄傲。不管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个笨蛋，他们都为你骄傲。不管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个笨蛋，他们都为你骄傲。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亲戚这么想。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亲戚这么想。外国人不理解
为什么中国人的亲戚这么想？在外国人看来，上名牌大学不值得那么得意。在外国人看来，上名牌大学不值得那么得意。在外国人看来，上名牌大学不值得那么得意。